为了帮助好尾地区的青函子弟，好尾同济会已经连续第七年发放青函助学金，让好尾的托考以及保中需要帮助的学生。一百五十个国小总共百一名学生获得助学金。好尾同济会希望透过这次活动，会勉励学生囡仔将来嘛应回馈社会。小朋友欢喜接到手中的助学金，但因不是随想就要买饼来吃，有的可是要俭起来了后会使落学费，或者买学校备用的物件。我想自己存起来，然后买学习用品。我想要先存起来，然后如果家中有需要再帮忙。我想要先存起来，然后我需要买新的用品的时候，我会先用它。好卫东这回已经第七年颁发青函助学金，和好卫、托考以及保中的国校啊，校方也借此感谢东这回的大力协助。感谢我们湖北国际同济会哦，那每年呢都会来学校呢颁发那个青函的奖助学金，来帮助我们弱势的孩子，让弱势的孩子呢可以有一笔的奖学金，来向我们的孩子都也很乖，也都说会把钱存起来，然后用来缴学费以及买文具，那减轻家庭的负担。那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记得校长平时对他们的要求，就是要懂得感恩。那长大之后呢，也可以像我们同济会的会兄会友，以后呢有能力来回馈我们的社会。好卫同济会将照顾青函子弟作为优先，希望透过发放助学金，勉励学生囡仔会当更加打拼嘞，将来嘛会使回馈社会。赞助青函奖助学金的这个活动，然后就是希望借由这个奖助学金的活动，鼓励小朋友努力向上，力争上游，希望将来有成就的时候可以回馈社会。那社会有情，人间有爱，那我们希望这份爱在社会的各角落能够发光发亮发热，也希望各界来关心我们弱势的家庭学生，能够让他们得到在学业里面有更加的精进跟改变。相信未来这个学习囡仔会抱着饮水思源的精神，回馈社会，帮助需要帮忙的人，让爱永远流传。谢谢记者李不迪采访报道。